有事儿啊？怎么，我没事儿，我就不能来了？好，你坐吧。有什么话，直说。昨天，顾念找到高磊，让他调查我们之间的关系。哦，我怎么没听高磊跟我说呀？他跟没跟你说这个我不管，不过我现在已经暴露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这段时间呢，你先好好的休息一下，专心的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至于兴隆斋和我宝儿记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怎么？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现在我暴露了，你想把我撇开啊？慕容啊，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这是在为你着想。为我着想？那。 你就好好想想，我为你做这么多，我是为什么？其实我知道你的心愿就是想要一个名分，但是慕容啊，你真的要多给我一些时间。况且，你的妈妈在离开我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已经怀了孕。王富贵，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觉得富强做那个方案怎么样？我仔细看过了，总体上还是可以，但是有些细节的地方还是要修改。嗯，哎，顾妈妈、季叔，你看看我发现什么了？青鹅戏带，海上来。 罗织赤纱披霞彩，红花山桃满山头，庖丁落玉八珍牌，竹浪唯一浅东风，木下迟归盘龙海。 金步花颜云鬓摇，琼台对饮盛蓬莱。富强，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今天无意中在家训中看见的。家训？这个家训我们都翻了好多遍了，怎么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东西？要不是特巧呢？ 今儿早上我拿那家训想再看看，想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啊。结果拿的时候不小心掉地下了，我这么一兜，不小心把最后一页给撕破了。我把两张纸撕开一看，就夹在这个。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要是没有什么秘密，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夹在夹层里呢？这首诗不简单呐。 刘师傅，哎，顾经理，最近这两天厨艺大赛那边可能马上就要下通知了，所以我可能会忙那边的事情比较多一些。至于厨房这边，就都靠你了。哎，放心吧，顾经理，咱都是兴隆斋的人，你就放心吧。行，那您先忙着。哎哎哎。 电话。顾念。什么事儿？我
知道你现在非常的恨我，可是我不恨你，我只是后悔认识你而已。顾年，我想再见你一面，可以吗？你有什么事吗？我现在真的很忙，没有时间见你。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顾念，求求你先不要挂电话。你还有什么事吗？顾念，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也有很多事情想和你说，所以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一次机会，然后你继续伤害我是吗？不不不，顾念，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真的是想和你说说心里话。说完之后，如果你不想见我，那么我就永远不会出现在你身边，好吗，姑娘？姑娘。时间，地点。慕容渊又给姑娘打电话了，姑娘这回可是提高警惕，不能老是被一块石头绊倒吧？是啊，在姑娘身边潜伏了这么长时间的人，心机这么深，能不好好的提防吗？但是顾念还是同意见慕容渊了。慕容渊找顾念到底会有什么事儿呢？慕容渊嘴里说自己的妈妈好像是当年抛弃了王红贵，当年他的母亲和王红贵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爸，关于厨艺大赛的事情，我又有一些新的想法。这是什么呀？那个，若晴，若晴，你听我解释好吗？爸，您还要解释什么呀？这事情的真相已经摆在眼前了。我是您的亲生女儿，我希望有什么事情您告诉我行吗？不是那个若晴，这件事情它来得太突然，爸爸一时还没有想好这该怎么跟你说。那您就边想边说。不管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我都能接受。那好吧，爸爸那时候呢，认识了一个女人，一个爸爸以为能够陪伴我一生，能够协助我重振宝儿居的女人。那个时候，爸爸呢，穷困潦倒，艰难困苦，在我最困难的这个时候呢，他承诺一生要陪伴我度过艰难。然而，爸爸看的是太天真了。天真。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艰难和困苦，他坚持不下去，他动摇。他跟了一个有钱的南方佬，他们走了。你知道吗？你知道爸爸当时是很爱他的，为了他愿意付出一切，甚至是生命。可是他呢，再一次点了爸爸人生的，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妈妈那个时候一定长得很漂亮吧？是啊，你的妈妈的确很漂亮。她不仅漂亮，她和你一样，人很善良，很坚韧。她为了和爸爸在一起，甚至不惜跟家里闹翻。爸，您跟妈有这么浪漫美好的爱情，怎么不告诉我呢？那个时候你还小，爸爸呢不愿意让你知道爸爸以前这些不光彩的事情。那这些事情跟慕容渊又有什么关系？自从奥塔跟那个南方佬走了以后，其实他已经怀孕了，但是爸爸当时并不知道。
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又回到了这个城市，生下了这个女儿。您把他养大成人，在他最终病魔缠身临走的时候，他把他的女儿叫到身边，跟他说，让他来找我，说我就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也就是说，那个女孩就是慕容渊，那个女的就是慕容渊的妈妈。可是，那这份鉴定报告又是怎么回事？当时爸爸坚定的以为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他慕容渊不可能是我的女儿，只是他的妈妈在利用曾经和我有过的关系，希望我在他死后能够照顾他的女儿而已。那也就是说，慕容渊就是您的亲生女儿，是我的姐姐。那您打算之后怎么做呢？所以这就是你帮助王红贵的原因是吗？是的，我这么做我只是想要王红贵给我们母女一个名分，我知道可能这么做很难，所以我才会极力的在他面前展现我的能力，告诉他我这个私生女还是能帮他的。所以你就帮助保卫局来对付我们兴隆镇，来获得王红贵的认可。可是你想过我没有，慕容？难道我们十多年的友情就比不上王红贵的一句认可吗？姑娘，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妈在临终的时候嘱咐我说，一定要找到王红贵，说她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都要答应她，我都要帮她。这可能是我妈唯一能够想到的偿还她的办法了，所以我如果说我站在你的立场上，我的确很能理解你。但是获得王红贵的认可，方法有很多种，帮助保瑞局来对付兴隆斋，这是最坏的主意。我知道，我当初这么做的话，一定会有今天的后果。所以我不奢望你的原谅。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跟你说这些，我只想告诉你，我不是无缘无故去害兴隆斋的。可能这些理由在你看来是很荒唐。好，慕容，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你是有喜欢过我，还是说你一直只是在利用我？姑娘，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喜欢我，可是我在找到王红贵之前，我对你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只是把你当作好朋友。找到他之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能够认可我们母女。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姑娘，我真的对不起，对不起你。慕容，我答应你，我可以不去计较你对兴隆斋做的所有事情，但是大哥、大嫂、张扬他们会不会计较，我就不敢保证了。行了，就这样吧。我还要去准备比赛的事情，我先走。
您说话呀。你让爸爸说什么呢？接受他，那对你和你的妈妈。但是，如果您不认的话，那对慕容渊和他的妈妈不公平。你想想，慕容渊为您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得到您的认可。做人得讲良心。这个，爸爸会做着安排的。你就不要多操心了，好吧？我能不操心吗，爸？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可以不管。但是我现在知道了，你让我怎么放得下？爸，我觉得你跟慕容渊应该约一个时间，两个人坐下来谈一谈。如果您一直这样子下去，那就是在推脱责任。若晴，你想过吗？如果我认了他，就凭他的心机和身份，他完全有可能把本属于你的、属于你的一切都给你夺走，你知道吗？爸，你不要总是把人往阴暗的地方来想。慕容渊是做了很多的错事，但是那不是也是为了得到您的认可吗？况且，不管怎么样，有一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那就是慕容渊她是您的女儿，是我的姐姐。可毕竟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爸爸需要时间考虑。您还要想多久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越快处理越好，往后越拖的话，恐怕会更糟糕。好了，乐晴，爸爸说过这件事情会安排的。爸爸还有事儿，先出去一下。这明显的就是说咱们餐饮的事儿啊！你看啊，这个红花、三桃、八珍，这都是食材呀、啊。那庖丁呢，就是做饭的厨师。至于说对饮，那就是边吃边喝呀。先是食材，再是厨师，然后是吃饭，这不正是一道菜做菜的流程吗？是啊，这选好食材，然后厨师加工，然后端上桌。客人吃掉。可是这红花、山桃、八珍到底是什么呀？这个咱们得再仔细的研究研究。姑娘，怎么了，若晴这么风风火火的过来？姑娘，有一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告诉你比较好。什么事儿啊？其实慕容渊是我爸爸的亲生女儿。怎么，你听到这个话，难道一点都不觉得惊奇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确实非常惊奇。但是，你不是那个第一次告诉我这个事情的人。难道是我父亲？若晴，你不要乱猜了，是慕容本人亲自告诉我的。他自己告诉你的，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吗？我能怎么看？这一下你们保卫局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我们兴隆斋以后就只能更加的如履薄冰了。姑娘，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慕容他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理由。
是为了一个名分吗？争取名分有很多种方法，可是他偏偏选择了一个最不该选的办法。难道为了他的名分就可以害我们兴隆斋吗？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原谅的。姑娘，我知道慕容这么做真的是很过分，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如果你站在他的立场上，也许就不会这样想了，因为他这样做可能是就是为了得到我父亲的认可，还有更何况有他的母亲。或许你说的这些都有道理，但这绝不能成为他陷害兴隆斋的理由。我知道他错了，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替你道个歉。其实慕容渊这么多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他现在好不容易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难免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若晴，我也说句不该说的话，你怎么看慕容的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不重要，因为慕容是你的姐姐，可是她对兴隆斋做这些事情却始终是我们这些人无法原谅她的。姑娘，难道就是为了这些事情让你们这么多年的友谊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吗？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可能一时半会儿也转不过这个弯儿。那我给你时间，你再好好的消消气，这些事情咱们回头再说，好吗？若晴啊，你还是太善良了。其实慕容渊这么多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要努力的工作，还要照顾病重的母亲，还要帮他养老送终，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得到我爸的谅解，他也是这么多年就一个人，要更加的努力，通过自己，后来慢慢的才当上了记者。若晴，你还在这儿劝我呢，那你父亲呢？他接受慕容渊了吗？我爸爸现在还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劝他，让他接受的。那你就不怕慕容给你争家产吗？我怕什么呀，她是我的亲姐姐，那回头我分她一半就是了。行了，若晴，你呀就先别劝我了，你还是先回去处理好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吧。我觉得目前为止我是原谅不了他的。那也好，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处理好我爸跟我姐的关系再说吧。嗯。什么事儿呀？慕容姐姐，爸爸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我只是想对你说，你做的一切事情我都理解你。你理解管什么用啊？他根本就不想认我。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和爸爸都应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地谈一谈。两个人保持冷静地把所有的事情说清楚，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行啊，我都可以，只要他愿意，我随时奉陪。真的吗？那太好了，我马上通知爸爸，到时给你电话。哎，二位啊，这个诗呢，我还有一个发现啊，除了咱们研究之外，哎，它很可能是一首藏头诗啊。藏头诗，你们看啊，把每个句子的第一句第一个字联系起来看着，那就是青罗、红袍、主母，还有这个金琼，这四个词儿代表了什么呢？红袍会不会就是大红袍啊？茶叶，以茶叶为食材作为配料的菜，自古就有，这个解释行得通。青罗是什么呀？不会是青萝卜吧？那不会那么简单。我
倒是觉得呀，这个金琼啊，很可能就是那些个黄颜色的酒。黄颜色的酒，那只有是花雕了。可这个竹木是什么呢？还有青螺又是什么呢？哦，比赛在后天开始。好，我知道了。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定会争取好的成绩。好，好的，谢谢你，再见。终于开始了，兴隆斋。咱们比赛见真章。喂，你好。啊，大赛组委会是吗？我们兴隆斋所有人啊，都盼着比赛开始呢。好，好，好，我知道了。好的，好的，嗯，知道了。哎，再见。怎么才能够打败宝瑞君呢？王若晴无意中看见了关于慕容渊的亲子鉴定，王红贵对于慕容渊的身份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当年关于慕容渊和他母亲的事情浮出水面。按照王红贵的性格来看，怀疑慕容渊的身份再正常不过了。然而王红贵最担心的不是认了慕容渊这个女儿，而是认了这个女儿之后的问题。因为慕容渊心机深重啊，一旦以后家业交给王若晴，单纯的王若晴怎么可能是他这个姐姐的对手呢？这才是王红贵最担心的问题。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慕容姐姐。你现在叫我姐姐，会不会太早了？你本来就是我姐姐，怎么就你一个人啊？王红贵呢？哦，爸那边临时出点事情，然后他马上过来。那我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吧？爸爸他跟我说了，他可能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所以一时，还需要时间来考虑、来消化。没有及时给你做出答复，今天他一会儿过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吵架，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愿吧。现在都几点了，王红贵怎么还没来呢？你稍等一下，我给爸打个电话。喂，哎爸，我跟慕容姐姐在这里等你好久了，你什么时候过来？啊？什？哦，行行，那我先挂了。哦，知道了。慕容姐姐。是这样的，爸爸他那边临时出了一些事情，走不开，今天恐怕是来不了了。什么？来不了了？你们父女俩是在逗我玩吗？不是。行啊，你们是商量好了是吗？没，配合的真默契。没有，我们真的不是。爸他真的是临时出点状况，没有要耍你的意思。不用说这些没用的了，我想问你，有什么事情比这女儿还要重要呢？你千万不要生气，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你不用再打了，我知道在他王红贵心里就没有我这个私生女，麻烦你转告他，他认不认我没有关系，我是他女儿已经改变不了了。姐你千万不要生气。生气？我这个私生女有资格生气吗？不是，你不要走。哎，怎么了？
你先坐下。啊，没事吧？等一等。喂，哎，你好，我这里现在有人晕倒了，能不能派救护车马上过来一下？具体地址。七叔，顾妈妈，这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咱这家训上的秘密，咱还是一知半解的，我这心里着急呀。着急呀也没有用，咱们呀不能指望着这个秘密里藏着什么杀手锏，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凭实力来参加比赛。七叔说的有道理，看来这取巧啊是取不成了。我昨晚呢又研究了一下这首诗，你们说这诗里面暗藏的食材会不会与龙环巢有关系呢？不会吧，如果是那样那干嘛整得这么神秘呢？直接写出来不就完了吗？而且我也觉得呀，这好像跟一段历史有关系，而且我朦朦胧胧觉得这里头啊好像是在写一个女子从海上去什么地儿，而且呀这里边好像也出现过龙的这个字眼儿。嗯，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把这首诗里的这个秘密给破解开。喂，若晴。什么？慕容住院了？好，知道了。嗯。小赵。啊，顾经理。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就是在一会儿休息的时候，你帮我去人民医院帮我看一个病人，然后我给你拿点钱，然后你在路上帮我给他买点水果、鲜花什么的。那你怎么不自己去呀？啊，我去可能不大方便。这看谁呀？这是慕容渊。那个坏女人啊！他病了，那我们应该庆祝啊，干嘛还看他呀？你还是自己去吧。哎，别，小赵，你就当我求你一次了，行吧？你这次去，然后就当你帮我一个忙，然后等回头我请你吃披萨，行吗？好吧。行，谢谢你啊。行，快去吧啊！回去换身衣服，然后帮我去人民医院啊！记住了，是人民医院。哦。爸，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答应我的事情你又做不到，那你还不如不答应呢，你知道吗？万一慕容姐也有什么意外，你说怎么办？不是，若晴，爸爸昨天晚上真的是有事儿，要不爸爸能不去吗？有什么事情可以比您跟亲生女儿相认还重要？我看您就是在找借口，您不想见慕容渊就说不想见，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一个借口？爸爸真的不是在找借口，那爸爸是真的有事情吗？有事儿，有事儿。好，有事儿改天他到时候真的不认你了，你到时候就没事儿。爸，我昨天跟慕容姐姐聊了好长时间，知道她以前的日子过得很苦。有一段时间他跟他的妈妈甚至为了吃饭发愁，甚至因为交不起学费差一点就辍学了。我觉得就算是一个陌生的人，我们听到他这样的经历也会伸手去帮他一把的，更何况他是您的亲生女儿。他真的是这么跟你说的？当然了，难道我编瞎话骗您不成？爸，你再跟他见一面，难道就这么困难吗？若晴，爸爸可以答应你认他，只是你真的不介意冒出这么个姐姐来？
我干嘛要介意啊？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况且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姐姐作伴，那多幸福啊！小赵，来坐。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那慕容渊又不是什么好人，我干嘛待那么长时间？而且医生也说了，他马上就可以出院了。倒是若琴姐姐真的挺善良的，忙前跑的又端茶倒水的。你说王若晴也在医院？对呀、啊。哎呦，若琴姐姐可真是个大好人，把慕容渊照顾的真是个细致。倒是那慕容渊怎么都不领情，还不停地把若琴姐姐往外轰，若琴姐姐就在那儿傻呵呵地听着。哎，我要是有若琴姐姐这么好的女朋友的话，那我们老赵家可就大福气了。行了，我知道了。小张，谢谢你啊，回头我请吃披萨，你先忙你的去吧。行，那我走了。嗯。王若琴，你还真是善良的让人难以置信呢。若琴，你怎么来了？你先别问我为什么没去医院。这我去好像不太合适吧。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你们自己去解决，但是我今天来找你真的是有事情要求你。什么事儿？上次慕容姐姐误会我爸之后呢，现在她死活不肯再见我爸了，我就想过来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个嘛，直接说肯定是没戏了，所以估计只能用骗的。骗她？怎么骗？慕容是个记者，这个事儿你应该知道吧？嗯。那她对什么感兴趣，你应该也知道吧？那新闻啊。而且慕容是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所以说你可以利用这一点让他们两个人见面。我知道了。老齐，富强，我昨晚上又查了一些资料，关于这个青螺在石材里有一种解释。什么解释？碧螺春。这种茶叶呀、啊、在南方有的时候就被叫做青螺。还有这个竹木，我查遍了所有的资料没有找到，我想会不会是谐音呢？竹木，竹木，哎，咱们有一种食材啊，就是竹母，就是生产什么那个珍珠那种贝类之类的东西，这个跟竹母肯定是有什么关系。嗯，如果咱们推的没错的话，那就是碧螺春、大红袍、黄酒、朱母，那这会不会代表着龙环朝里最主要的四项配料呢？这个呀，咱们再慢慢研究吧。这烹饪大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呀得抓紧时间，赶紧准备了。王老板，您找我。慕容渊最近可能是暴露。姑娘好像知道他有些事情是他背后做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嗯，这件事情呢，姑娘已经跟我说了。那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千万注意别暴露自己的身份。这个我自有分寸，您就放心吧。你还有事吗？慕容渊真的是你的女儿吗？慕容渊是不是我的女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做好你自己该做的。我是觉得，您利用完慕容渊，不能把他扔在一边不管吧？我要怎么做，要你来教我呀？我倒不是这个意思，王老板，您误会了。有句话呢，我觉得不得不提醒您一下：血浓于水，有的时候亲情那是比任何感情都可靠。如果没什么事，我先走了，王老板。
喂，慕容姐姐，什么事儿？我有一个新闻想让你报道一下。哦，是有关餐饮内幕的事情。什么内幕？是那个食材方面的，有很多啊。有黑心木耳、黑心粉丝，总之很多了。行，我现在在会所，你过来吧。行行行，我马上到，你等我。爸，爸，走，赶紧跟我走，这次可一定得听我的。什么事儿这么风风火火的？去见您的亲生女儿。不是你在说什么？慕容渊姐姐在会所等我呢，赶紧走。不，这太突然了吧？突然什么呀？多好的机会啊！这次可一定得把握住了。行行行，我跟你讲。来，说吧，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会进行调查的。其实我是骗你的。你说什么？哦，我是说啊，其实我说那些是骗你的，根本没有什么新闻，全是我编的。你什么意思？你们真是妇女啊，都会想办法骗我了。哎，慕容姐姐，你先走，先走，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那个，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因为我觉得，既然现在这个父女关系都已经知道了，我觉得没有什么话是不能心平气和的说的。哦，那个，慕容啊，我觉得若琴说的对。我们不如这么静下心来，坐在这儿好好的谈一谈，这样呢，对大家都好。爸，那我打个电话，啊，你们先谈。说吧，你这次来又想说什么？是想？彻底跟我断绝关系吧。王若琴在慕容渊晕倒的时候，不仅没有坐视不理，还忙前忙后地照顾着这个姐姐。顾念都不得不感叹，她真的太善良了。王若琴给王红贵和慕容渊创造相认的机会，更是感动人呢。此时兴隆斋的大家伙也逐渐地查出了家训里的端倪。那么张富强发现的那首诗里，最终能不能找出张家祖传大菜的秘方呢？